他并没有一开始就在那地方生活。先到商人处啊，好。因为实况画面会延迟哦，所以我稍微等一下。嗯，所以现在要去哪里？没有，我先找一下。有一个有人说，有一个人从一开始加进来的时候就没有那个，没有什么。哦，就没有跟大家在一起，然后一个人独居。左上那一条哦，我懂了。好。哦，狮群哎。等一下来第二次大逃杀啦。欸，第一次过不了欸，超难的。真的过不了。因为要光要放牌子就是个难题了。哦，这边哦，看到了。哇，树长那么高了。哇，这也太扯。欸，这边全部都是小偷欸。那他要怎么进去啊？他这房子要怎么进去啊？从门口哦，这样他不会上来吗？我来欣赏一下好了。等下锁起来了，锁起来要怎么进去啊？从这边偷窥吗？好，那我只好破窗而入了。对不起，我一定要进去偷看一下。哇，欸，底下还有水是怎样啊？这陷阱吧，下去就上不来啦。这原本是那个 NPC 的房子啦，不然的话里面的东西是不会重置的。有重置就代表是 NPC 的房子。不过他也很久没上了，因为我们现在调30天重开嘛。干嘛？谁在外面啊？不要拆人家的门好不好？欸，没品欸，鲁哥不要拆人家门啊。走旁边窗户，走这边。你自己铺砖块上来吧。哦，那是你家啊。哦，那你多久没上了？他也很久没上。等一下调30天重开。欸，谁的麦啊？收到阿西的那个，欸，收到实况的声音，小声一点。哇哇，你们当不是要洗白吗？没差了吧？这边。哦，对啊，但是礼貌吧。哦，等充值。没关系啊，我家没插，随便的啦。好，前面楼梯可以右边跳上去，再开门。那你多久没上了？好，三天嘛。欸，我看到你家的车子了。哇，所以你是拿别人的那个，拿 NPC 做好的房子直接加盖改建。我知道啊，我的影片游戏类型，如果要放到 YouTube 的话，必须要加字幕，
加字幕，然后要剪辑缩短，要把四五个小时浓缩，大概浓缩成五分钟。因为我有计算过，就是我之前有浓缩几部影片 ，YouTube 上只大概只有五分钟到十分钟的影片内容，但是我其实浓缩了将近12个小时的影片，然后浓缩出五分钟短短的内容，那过程就会变得非常的紧凑，好像很有趣，很搞笑，然后同时也很有内容，但其实那是我已经实况了十几个钟头的精髓。榨干了，那些精华液榨出来这样子。啊，因为每次都这样子剪，所以我剪片速度才会很慢啊。要剪很久。欸，那边你上面有一个舱门，那个是下去是哪里？下去是哪里？哎呦，哦，这是楼梯。哦，就二楼。哦，对啊，等洗白吧。嗯，没关系，我了解，因为要洗，我懂了，因为要洗白之前，每个人都会觉得说啊，都要洗白了，做再多都要重置。其实不洗白是没有办法的啦。你有看过很多不少伺服器，他每次久久洗白一次。哦，最方便是自己干，然后晚上回去找我们。也是可以啊，你去外面据点，因为我家，我再重申一次，我盖的家呢，一律全部欢迎，全部通通欢迎大家一起来放睡袋什么之类的，因为我会努力的盖很多隔间，大家一起住。那你们可以在家里面拿一些你们自己觉得需要的资源，但是不要拿太多，留大概只留个拿每个人拿个1/10，其实就很可观的啦。拿一点点，不要拿太多。譬如说重要资源，你拿一点点。那其他能够自己收集就自己收集，像譬如说矿啊、木头那些，其实不难收集。你要在外面盖的话，就自己收集就好了。那特殊资源，比如说像是电子零件什么的，欸，家里刚好有很多，你又收集不到，没有点技能需要用，你就来家里拿，我也不建议。然后自己再去外面生活，然后第七天的时候再回来盖，再回来活。如果你觉得你家里防御不够，需要大家需要一个比较安全的地方躲，那就回来吧。这边永远都是你最温暖的家，哈哈哈，好像回娘家的一个概念哦。你这是地坑呢，我下去看一下。对对对，集中营的一种概念。我靠，挖成这样了。对啊，不要每一种都拿一堆，需要再带走。这是去哪里啊？自己家啊，我这边再讲一下自己的家。明天呢，因为我要拍记录影片，哎呦断腿，哎呦好险！明天我要拍记录影片，所以呢，自己的家先分享坐标出来，我才不会不知道说你把你的家盖在哪里，才可以都拍到了。Hello， 福克，新年快乐！有没有在炸啊？这是哪里？为什么会有爆炸声？又是 KK，KK， 你可以不要再拿炸药炸了吗？
虽然过新年，但是是不是会那个？不要再炸了，不要再炸了。地道很长，还没挖完，你知道挖去哪里啊？防空洞。可是你的高度太低了啊，高度太低了。谁呀？谁呀？谁？没有啊，就刚刚就 KK 在炸啊。欸，可是我快渴死，完蛋了，完蛋了。没有，我们家有人在炸。哦。自杀可以吃玻璃，对啊。叶季，你刚刚从高雄梦时代跨年场回来，整个超傻眼，说好了3000万烟火，结果都没有，只有烂烂的投影秀，这么烂哦！啊，3000万的烟火嘞？OK， 完美的诈骗呢？我看到了。算了，我觉得我还是走回去好了。走不到底啊！我这样是要先去哪里啊？我快渴死了，完蛋了！我会死在你家门里面啊！废物阿法，废物阿法，废物。谁啊？我拿水给你呀、啊！哦，你们等我啊！你在哪裡？你在我屁股、哦。我跟你互近啊！我拿水给你啊！你哪里在我附近？你自己看一下，你离我多远啊？你在我附近。我骑机车没？我在那个嘞坑洞里面嘞，我不出去你找不到我的啦。我知道怎么进坑洞啊。哦，那你那个你先骑到坑洞的尾，你先骑到坑洞尾巴找我，我就跑出去了。不要往回走，怎么自由变？所以已经到底了就对了。还没到三分之一，有，我已经到底了、啊。对，意思是叫我放生你吗？没有，不要放生我，我不想要死掉。红茶先去打肉了，好，没问题。不要放生我 ，No， 不要放生我。哦，辐射区哦，没烟火，连艺人的音响都出包。哇，这么惨哦！高雄这次跨年这么惨哦。也有人一样在高雄梦时代跨年的吗？有没有人说说说感想？等一下，亨利，你不是也在高雄吗？没有啊，我在台中。哦，对齁，不管，我要直接挖上去、OK、啊，这个通道就让我挖吧。没有，我要直接挖出去。对，我没有要挖完成，我只是要挖一个通道出去而已。鲁哥，快来哦，等你哦。我现在高度负17，我应该来得及上去。这等一下玩什么？等一下就大逃杀。身上只带木棒，身上只带狼牙棒，然后三个水，
三个玉米饼跟那个一个大补，然后还有记得要带三个牌子。然后到达目的地的时候，那边每个定点呢都有三都有那个一个混凝土的那个有花纹的混凝土，横条纹的混凝土，把牌子放在上面，还要做三个牌子哦。对啊，三个可以写字的，不然怎么会知道是谁？证明你到达目的地啦。好，我觉得我好像上不去了，不管了，我要直接上去了。我身上应该有材料，哇，身上材料也不够哎。好，我跟你上面。我做碎石铺上去好了。不然我再这样下去，我要渴死了。加油！是三罐饮用水哦。对啊，三罐饮用水跟三个玉米饼。村还好啦，没什么事啦，就是小事，游戏里面的事情而已。欸，我快出去了。咖啡，咖啡可以带吗？咖啡一罐，然后可以穿装备，但是身上只能带狼牙棒，其他余力不行。Okay.清空！哎、欸、干！啊啊！干！哎、欸，走开，走开啊，走开啊！把我卡住，走开啊！你把我往下来干嘛？我想说，我没注意到啊。好，先捡水啊，水先赶快拿去喝啊。等一下，先上去就好了，上去要给，因为这样看不到了，大哥。这样我怎么看呢、啊？那会卡住的。欸、太亮了，你可不可以关头灯啊？我快吹没，怎么会这么亮啊？你是车子有开车灯是不是？没有好吗？屁咧，没有开车灯，你哪有可能？偷懒，快点啊！水，地板有没有 ？BOB， 你干嘛一直自杀啊 ？BOB， 哎哎，水掉下去了啦！水我放进机车里面啊，干没？靠北嘞！哎、欸，水掉到土里面不见了，超扯！所以我才不喜欢那个东西用丢的，放柜子比较好。我希望他之后可以出类似那种交易系统，玩家跟玩家可以。就是有个交易视窗啊，虽然说这个游戏并不是以多人为主，但是增加多人游戏乐趣的话，这个游戏会比较容易畅销，只是增加互动性啊。故意节目效果，屁嘞，本台不做任何效果。发生任何东西全部都是意外，我不想那么作死。汤姆跟你下去要去外面住哦，也可以啊。我要回去，我受不了。哎，大凡，赶快跑哦，附近有狗。
好好好，我是骑机车哦，我骑机车跑格聊。没有那个贩卖机会放会放，我想要我预定啊，就是找一个有贩卖机的屋子 ，NPC 贩卖机的屋子。那三不五时，我们可以在里面投饮料啊，放风，把那边做成那个茶水间，中山市。他说要喝饮料的时候就到那边。反正金币讲实在的，留着这也没啥用啊。啊，想要交流的就拿钱去贩卖机投。啊，如果你没有钱，就自己把家里的那个什么火箭筒跟垃圾物资自己拿去卖，卖掉就钱就自己留着，没关系，我不建议。啊，如果真的很 kill， 真的没有钱，那很简单啊，去挖宝藏嘛，宝藏最多钱了，一次就几千块钱，甚至还一两万，挖个两三个你就发财了。玩家交易贩卖机，对啊，对啊，对啊。比如说，哎，你有些多余的物资，你不想要用送的，想要用卖的，那你就丢贩卖机嘛。好，我已经准备好了。好，不过不是今天晚上，因为今天晚上血月，你想死吗？你大概出去十秒钟就死了吧？好吧。吓到我了，哎呦！天哪！怎样？看我哥刚刚拿我的账号直播里，我剩九十滴血。你为什么刚刚一直死啊？我刚刚上课，我刚刚大号，然后我哥拿我的账号一直在磕玻璃。你哦，你哥什么？你哥拿你的账号一直在磕玻璃？超夸张！他把我的枪不知道拿哪去了。干太好笑了吧！你我想说奇怪，你干嘛一直死？结果是你哥在闹你的账哦。我还想说，哇耶， yeah, 完全没有，你哥真是超 carry 的。很少，我原本150滴血，现在剩90滴。耶，泡泡新年快乐！我画面上都是 BOB 一直在死，好可怜哦。他跟我讲这样比较有挑战性，混蛋。哈这游戏已经很有挑战性了。然后他说一句很北吧经典台词，什么？想要你的枪吗？那个大密码在家里的一个角落，去找吧。那肯定被，肯定是那个被干走了，好不好？哎，很小的，这边也有箱子。哎，这边有。哎，收一收好了。我那天我去过的，哦，是你的避难所。往好处想，反正拉法快重开了。对，没错。西麦要睡觉了，晚安喽。踩不到一起死了。对，要洗白了，但是我还是习惯性捡物资啊，习惯性捡物资，养成回收的好习惯。对对对。我们都是捡破烂长大的小孩。对。
人来救我了，好感动哦！耶，谢谢你，江狗。哎，干太多次了吧？哇，这样加一加有七八只哎，里面四只，外面三只，七只。正在那边打 bug 啊！下一次重置我要练刀子，因为我没有玩过刀子流。哇，拿到补包也真好。你把开山刀加入工作台制作列表。好，谢谢。太好了，这样我们就可以做开山刀了。开山刀很好用，嗯，但是价格收费没关系。哎、欸，收尸体的时候跟大锤一样快啊。所以，哎、欸，你有办法把机车的，我们今天有讨论到，你可以把机车的格子加大吗？起码放大一倍。因为你说放人物的话，我们必须要装模，就是要装伺服器模组。要同步，不然下线会断掉，而且修改格子会影响到版本。那如果说只是修改机车的话，这样可以吗？但是没时间测试哦，明天下午我陪你一起测试可以吗？对啊对啊，测试关伺服器，对啊对啊，明天白天台你让我拍完影片大概两个小时就可以了，拍完之后你就可以关服了。之后我会在线上边剪影片，让你边密我，然后你需要有人测试的时候我就进去这样子。所以明天整天下午你都可以关伺服器，开开关关随便。然后测试到你觉得 OK 没有问题，就再开服试试看啊！如果说真的很困难，没有办法，那就算了，没关系，就维持原状。你就大概试一下，如果不行就算了，因为毕竟还是要看你那边方便性啊。这是谁的箱子啊？破了，食物箱解定，破了，哇，一堆垃圾。我的白天等于中午，对啊对啊，我都睡到中午了、啊。我来帮他装饰一下好了，感觉他家有点丑，而且他那个门口都被炸坏掉了，好可怜哦。来展现一下我的那个建筑技巧，利用他这边现有的资源跟框架，帮他把他家围起来。就有人知道重生药丸放在哪吗？重生药丸在马桶啊，阴灵殿。不会吧，把枪都塞进马桶了。改容量不能开 EAC， 好像可以开吧。因为改容量是伺服器改啊，跟 EAC 没关系啊。EAC 是使用者端使用非法外挂。重生药丸干嘛？重生药丸哦，你吃了就知道啦，在阴灵殿里面马桶里面有。
没了。没了。对啊。我哥刚刚全部拿光，然后把枪塞进去，然后拼命狂可干。干这好笑。他还问我为什么复活都在同一个地方。哦，改 IDLL 档 ，ESC 会真的，可是是伺服器改也会有关系吗？哦，真麻烦。可是伺服器我们原本就预设就是要关闭的啊，因为有些人他因为 EAC 的关系进不了游戏。城管还没，爸爸还没，明天我只是在路边发现了这间屋子，发觉它没有盖完，而且被破坏掉了，所以我想要把它重建一下，就是手建。那个建筑魂就会激起来，这样子。拉法最强的战斗力就是剑招。对对对。好了，盖完了，就这样子。就这样，然后帮他装饰一下好了，让他多放一个锅子进去，放两个锅子，烧杯也把它丢进去，两个烧杯，你看。对他多好，他有十字弓不过应该是没上的啦。那再来，还有什么装饰品？没有了。皮革扶手沙发，好，这样子，我们用现有的东西帮他做出类似像一个家的样子。那个油箱呢，要放在内侧，为什么？因为。比较好看，然后这是床，床我们要放在楼下，啊，睡这里好了，然后这是马桶，这样子。那还有皮革沙发护手帽，超棒的。啊，木质工作台放在这里。办公室书椅，这样子。Hello， 温泉蛋，新年快乐！哦，皮革沙发呢？所以它是两个皮革沙发。OK， 好，那这样子。没有对称的，不舒服。两个要怎么摆？
好吧，那就这样子好了。我们摆楼上。老板，你晚上不回来吗？今天雪月。我知道啊，还来得及啊，我离家蛮近的。来烤炉好了，这样子。目前进度如何？就差不多啦，我们明天晚上就会重置伺服器。这次房东保证有隔间，对，这次保证人人都有一间隔间，绝对不会再像上次这次一样了。留一个罐头给他吃好了，你地石要拿走，不给他。你可不可以取消领地石效果？可以，领地石可以把它完全设定成最低规效果，然后那个过期也会设成最快。因为之前在那个后山树林的时候，有人放领地石，那个树木一直砍不下来。就这边等于领地石要那个、啊，要把它挖掉。自己的房间在我家一开始聚集点集中营的时候，房间我来盖。那我会先统一一个就是公寓旅馆的盖法。哇，又断腿！为什么要集中营来说呢？就是集中营啊。然后之后，当我们已经度过大概第一个28天。就第一个28天一度过之后，我们就可以，你们想要自己去外面盖房子或者是怎么样就随便了。为什么？等等，为什么这边要？什么叫地图可以开？哦，对啊，随机地图，我们这次是玩随机地图。我们是算是集合住宅的雅房。不行，我先去上厕所。我去，其实我们三楼啊，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，我们三楼我有盖了一间类似我下一次重开之后要盖的概念房子，那一间是我盖的，只是后来被稍微改了一下下，但是大致上跟我的理念差不多。我先去铺一下我的腿哦。8点喽，好，我们准备要迎接最后一波血月吗？差不多了。最后一波血月，我血又变归零了，该好可怜。大概有没有？这是我写的，男女通铺，保证纯睡。那这个呢？这个其实不是要给大家放床的，只是因为那时候有点乱，所以就暂时先这样子做。
然后这是里面的样子，就大概像这样子，好不好？就这样子，然后通铺，然后有一个房间门，啊，门可以锁起来，但是之后是改单门啊，单门房，然后里面呢只会放一张床，如果说你喜欢跟人家一起睡，让人家放也可以。哦，像这样，对，然后你可以在这个地方呢放你的金库，那、啊、高度会再高一点，不会这么矮，因为这么矮其实有压迫感。它、啊、门可以上锁，门要自己放，我会在类似像这种地方，在门口的地方呢放门，跟放那个储藏柜、壁挂式保险箱，那就自己去拿壁挂式保险箱放在自己的房间里，放门跟放保险箱，然后自己上锁这样子。是胶囊式旅馆的概念。对对对，里面再放个马桶，哎，有道理，好好好，那我就在里面再补个马桶这样子，然后再放个小张的椅子跟桌子，所以大概是二乘三吧。其实你们有看过《监狱建筑师》，我在玩的时候，其实大概就是那个样子啦，二乘三的大小，然后有一个床铺搭配，桌子、椅子跟一个马桶。那我可以再放个电视机给你们，让你们可以在里面快乐的看电视。哈哈，看迷片。对啊，好棒哦！我们家个亚硝酸放哪边啊？为什么全部不见了？你说那个亚硝酸吗？我拿走了。对啊，因为没有碳啊。我有碳啊。哦。放哪边？我在我的金库里。干，吐出来！不是说东西不能放金库吗？因为没有，因为每次火药都被干光啊！快亚硝酸给我吧！刚跟你过去那边，刚砍那个最后一波来了，地板的火燃烧个木头可以采那个石煤哦，煤块哦，都没注意哈，没有没注意哦，对哈，我放在工作台了，我放工作台下去用化，二楼的工作台。下去用化学台做好，兄弟们开战了，开战喽，耶、yeah ！拍照之前我做了很多弹药，但是最后不知道被谁拿走了，就没拿出来。没关系哦，算了，赶快用好了。比陆军营房好多了，比较像替代一起住。对啊，刚刚谁说吊桥了？害你摔在天空中，因为可能是晚上了吧。而且我的那个什么，左边还是右边啊？在哪里啊？我只听到声音。没有，在后门，在后门。看到。那个一定会摔倒的啦，很正常。对啊，看到了，我看到了，擦掉瞭望台这边。他是刚进来的。是啊，上来帮忙。最后挖的那壕沟好危险啊，他那个已经破一个洞了。壕沟吗？啊。哪里啊？有一个尖刺已经被打掉了。啊、那尖刺是我打掉了，还没补回去。因为那时候车子啊，哎、欸，拜托车子不要开灯，快瞎了。Hello， 在后面吗？嗯，雪月，最后一波居然从水里面来，中了。然后我们是要带什么东西啊？什么带什么东西？开战之后，就等一下大逃杀的时候，对啊，就一个狼牙棒。三个可以写名字的板子，
跟三杯水、一杯咖啡、三个玉米饼跟一个大包。其他身上可以装装备，但是物品栏的部分就全部没有东西，全部都放在工作列，避免你死掉的时候喷光。然后可以搜刮当地的物资。如果说你运气好，你可以躲避僵尸的同时又搜刮物资，增加你的生存性，那也没关系。只要你有办法搜刮完，慢慢搜刮，还可以第一个到达，跑回家东门，那你就是获胜的。因为基本上我是不担心有人去搜刮啦，因为其实搜刮还要浪费时间，很容易死吧？对，真的很容易死。啊，因为是晚上出发，这么嗨啊？所以你没觉得不一定要晚上啊？可能大概八点还九点出发这样子，路上就变晚上。哦，完全在外面的时间会更多，更刺激。嗯，有道理。没有，老板，你再看一下，我是不是漏掉什么？漏掉三杯咖啡吗？是水三杯还是咖啡三杯？水三杯，咖啡一杯。你还缺少了一个医疗包，大医疗包。然后还有三个可以写字的木板。板一定要拿。成功退坑的，对啊。耶、yeah。然后那个工具是怎样？是只有等待这些吗？然后工具那些呢？没有吗？什么东西？工具啊，铲子啊，矿镐那些都不带，全部收起来，全部收起来。就全身上下就放这些东西在工具上，对不对？对，其他全部。好，那个 A 在吗？谁啊？ A 可以麻烦你帮我传送回家吗？我还在那个别墅。那好可怜哦！我一登录就看到眼睛是大的。好波子。其实从水里面来进攻火力不强。是吗？因为水里面塞很多坚持都被卡在水里。我登录了，我登录了，快救我，快救我 ！ID 要、哦、你的 ID， 他是谁？那个是卡 SIKACA。卡卡。哇！天哪、啊！我把物资放在。大门口车库旁边的箱子，好，我们等一下就出发了。让我参加啊？什么东西？说我刚刚没有产假，我要休息。你等一下，你要什么产假？你要请产假？我要休息呀、啊，准假哎、欸。哦，为什么你要请产假？吓死我了！产假准假，准假准。哎，感冒啊！我们是有人权的同志。对啊。完了，我这两天吃饭不稳定，好像迟到有点夸张。哎、欸，干我人物要20了，完蛋了！恭喜你。吃根香蕉好了，我最喜欢吃 seven 的香蕉了，简单买，价格虽然贵一点，贵，嗯，价格有点贵 ，seven 香蕉价格比较贵，但是我不用跑到市场买，因为我家里没有市场，要去买很麻烦。啊，我们家食物全都没了，靠，有啦，玉米饼啊，这玉米饼而已啊，对啊。没有人种其他的啊，啊也没有去杀猪啊，所以没有其他食物分。二叔空中房间，请勿偷窥乱爬。对啊，从此之后这个家会盖得更好看，绝对会比现在更豪华，
三倍以上。大法，你说那个起来超帅，你放哪边？啊？二，就是我们一楼的工作台，弹出的那个。嘿嘿，救我！嘿，救我！小葵晚安。A 救人哦 ，A 救人。哦哟，我看到了。还不错。哎，干，为什么这边会有尸体呀？哎，下面破了啦，知道吧？下面。哎，干，连狗头都跑出来了。真假的？地下室，地下室在吗？这边，哎，干，这边被挖一个洞了。哪边啊？楼下，楼下这边，这边。哇靠！不是吧？他从哪边来的啊？可以啊。没有啊，河里没有被挖洞啊，他应该是从壕沟跑过来的吧？他怎么过来的、啊？河里呀、啊？不是，怎么可能从河里？真的啊，你爬上啊，我已经放一个楼梯了。河那边有一个洞啊。对啊，这边被挖一个洞了。爬上来看看就知道了。我们防坡堤爆啊！哦，所以他从爬坡堤进来的。对，我想要奇怪，我走下来，刚好。保护我、哦！年久失修。哦，哇靠！哦这边哦，哇塞！哎、欸、扯哎、欸！我看到你们了。屁嘞！夸张！超扯的、啊，僵尸超厉害。所以其实前面那个瞭望台倒的时候，大家就要想到了。对。难怪我在地下室会有僵尸。我都没发现，你知道吗？准备好了，等晚上啊，大概下午吧，先把家里补一下，不然我们在外面的时候，等一下家里又破一次。哪一个位置啊？就我们要下壕沟下来的第一个楼梯旁边就破掉了。对啊，被张比挖地道，超扯。土遁遁地术。那个洞好像之前就有人挖了，是吗？谁那么无聊挖一个洞啊？应该是之前就有张比挖洞了吧？对啊，之前就有张比挖了。哎、欸，为什么捷运地下道那里面有人挖洞，挖一条隧道在这干嘛？捷运地下道原本就有隧道啊，不是，是右手边要进那个，进要进地要进那个什么壕沟的那个通道，壕沟的通道，到底是谁啊？一直乱挖洞，不太懂。壕沟的通道，我们不是捷运地下站有一个往壕沟的那个。往下的地方吗？右手边。我看，没有啊。这边这边。对啊对啊，这边。然后嘞。这边。哎、欸。不晓得谁挖的。对啊，拉法，你是什么？什么？这个信箱旁边写什么？一封信，房子记得盖好，是你放的吗？不是、欸，不是我。边啊，右转可以直接通到外面啊。难怪会有僵尸进来，不知道谁用的。那你相信我，是不是那个？哎、欸，这是应该是张比挖的。有
这应该是章鱼蛙的。太可怕了吧，僵尸越来越猛了。这应该是章鱼蛙的，感觉比较像。这边出去。对啊，这样子的挖法比较像章鱼蛙的，这不像人挖的。所以我们前一阵子不是都有一听到章鱼的声音吗？地底下的声音吗？对。哎、欸，扯哎、欸，真的是扯哎、欸，还在土工哎、欸，哇靠哎、欸，真的是土遁哎、欸，太威了！那奇怪，为什么我们第七眼会有僵尸？原来从这边进来的，干啥？夸张！那章鱼真的是有扯，没有这样，下次就知道。下次那个家里周围战术还是有必要。壕沟对，然后壕沟那个什么。那个你要，我决定了，之后壕沟我全部都要升级成钢铁，夸张，合金钢啊，还好最后这几天有发现，不然到时候玩就惨了。对啊，到时候没注意到，我们重置之后每天都被人家破地下室，难度还增加。对啊，有人引清兵入关，哈哈哈哈哈。干，真好笑。哦，你说放炸药吗？有可能。你说，哎、欸，没有哦，这是有人挖的洞哦。没有，这洞是有人挖的哦，这洞有人挖哦，因为还有放。有人故意挖吗？对，有人故意挖的，这不是章鱼挖。还有放火把啊。对，那是故意挖的。就是有人搞破坏、啊。对，有人搞破坏啊。有断腿，有汉奸，对，有汉奸，有韦小宝，有拉法，里面全部塞满第一次，我就不信还进得来。谢谢力 J H J， 谢谢追随。很久之前就有了哦，吴三桂哦，吴三桂。你先出来吧，我要把这个洞封了。我把第四放回来。KK 就是吴三桂，那就把它ban掉啊。不然这边会有一个地洞啊。这又是去哪？我准备好下线之前要送给拉法的礼物。拉法，你在哪？为什么这边会有一个钢？这个钢门就来了。太骨折了！海大法，我送你礼物。我在壕沟楼梯这边。我觉得我们要定建筑师定期安检呢。对啊，真的。你说地下室的那个地刺那边吗？是吗？没有，就是下一楼而已。我上去一楼吧，我上去一楼。建筑师是我、啊，但是我没有办法随时随地注意啊，因为我会下线。我看到你，来，不要踩到哦。这什么？不见了、啊。哦。哎、欸。地雷啊！捡到。捡到了。刚刚比赛的时候，地雷带去啊。现在又不是带地雷的。你要互相陷害啊！看啊，你现在可以放地雷。不，我跟你讲，地雷很难做啊，没做出来啊。Hello， 没有糖果盒啊。大家好，祝大家新年快乐。六六，糖果盒都在我身上。糖果盒我都融掉了，不是。力 J， 新年快乐。没有审核机制啊，就是欢迎大家进来玩，但是白目就是 ban 掉，永 ban。那个 AA 这样子好了啦，明天重置。